香港大帽山是香港很多车迷都会去的地方，而在上面也都发生过很多故事。而今次就有四个喜欢本田的女仔在这里出现，我们卡通也都在这里访问一下她们究竟对车有什么看法。我叫阿Yen啦，我揸 DCE 嘅。其实18岁开始自己就考咗牌，就开始呢个揸车嘅生涯。对于我来讲，揸过唔系好多车啦，咁两部车，咁其实我最中意都系 DC 嘅。咁因为仲要我系中意一定系全白色啦，因为呢一款车就咁原装系最好睇嘅。咁另外就系、是，其实好多人就咁睇我车牌，就已经知道，哎呀，是我啊 Yankee 啊，因为我都比较出门得多，可能就差不多日日都会出下车啊。其实它都成为了我的习惯啦，一部分即是融合了我都很喜欢自己这个即是这个生活啦，跟很多朋友一起玩啊，是一件很放松的事。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成日上嚟大山呢，一来近啦，我哋大家其实都系住新界嘅。咁同埋个地方比较大，都空旷，咁就所以会揀呢一个地方囉。Honda， 对于我嚟讲都系因为佢系一架好车，因为年份嚟讲佢真系叫做keep 得好好嘅一架车，即系外貌望上去个流线型又好好啊，操控又好好啊，同埋佢比较低身，因为我都系中意揸啲低身啲嘅车，所以先会拣 DC 嘅。